My God！最美丽，从成功里出来之后，真的变得更成熟了。笑、你的士官长好久没来找我们，不然我们就死定了。还好萧高炯哦，不是我们的主教官，啊不哦，咱大家就岔起来啊。哦，舒服吗？你是一个想退训是吗？起立！余善人，你们听到是不是？不服气是不是？鲍班长，我刚才有没有躺下？我有做错什么吗？你做没做样？弯腰驼背，像什么样子？新训中心没有教好你吗？鲍班长，现在是休息时间，不是只有我这样做。大家也是轻松在做啊，你确定吗？是啊，给我看清楚。小腹挺出来！你又在抱西瓜是不是？啊？还抱什么西瓜？这么爱吃啊？家长病了！郑班长，他们四个交给我。又是你们四个，就不能给我撑头一点啦？嫌累，嫌苦，不要到这个单位来啊！莫名其妙。听，你们四个要倒大霉了。过来，这个班长就太过分了，连休息时间都这么严。那几个听兵就该好好操一下，不然的话倒霉就是我们了、所以说是班长操得好。是你的菜啊？没有啦，拉一下裤子。哎，为什么只有我们四个在抬水，其他人可以休息啊？还不是因为我们动作不标准才会处罚、啊。我很标准呢。你有标准吗？偷懒，膝盖没夹紧，还被抓到，活该。班长，那你还不是一样？不然你手上抬的是什么？我手上提着是无奈。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在新训中心是班长，也带过干训班，在这里。只要教我的事情，我一次就可以学会。哎，班长，你这样说就不够意思嘞。
再怎么说，我们在成功岭都是你带出来的啊。你有愿意啊？是你们发来我脸上，又不是我去选你们的。哎，不管啦，人家说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你永远是我们好老师啊。你现在跟我们划清关系，是不相信我们，还是觉得我们让你丢脸？都有。班长啊，你不要这样嘛，搞不好我们以后是你的骄傲。到时候再说吧。哇，林老师。你们不用走吗？快点啊！哎呦！下啦！快点吧！李弟，干什么东西啊？天干水就这么慢，浑水摸鱼啊！莫名其妙。李仁，小心！李仁，手不会贴好啊！放手！陈天斌。有。李正，小谢，李正，阿谢，好久不见，啊，班长，好久不见，阿根，哎，李正，喂，你们俩认识吗？认识，来，冰块给你多一点哦，哦，加这两杯。天兵哦，是我从小到大的好朋友，因为长得像竹竿，所以我们都叫他阿根。以前哦，电的头毛要电到它爆炸了，所以哦，我都叫爆爆啊。班长，我跟你讲哦，他叫爆爆，我叫阿甘，所以我们两个加起来是什么？爆甘二人组 ！Yes yes yes！ 你们两个应该不只是朋友，很有可能是兄弟。就讲你两个人同款白目。哎，班长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？我好歹陈天兵在刑讯单位哦，最后面也没让你漏气啊，完成监测呢。拍谁啦？我现在哦也没有资格讲你们，在这个单位哦真的是被差到快要爆肝了。石俊跟杨海生也没有吵很凶哦。啊，对哦。我都忘记他们两个是自愿来特战的，他们在哪个连队？我们可以去找他们吗？哦，休息时间都不够了，找他们干嘛啦？哎，没关系，大丈夫啊，你们有什么话跟我天天讲，我帮你们传话哦。啊，哎，班长，辛苦了嘞，哦，超的好瘦，漂亮，陈天兵，不枉费我在成功岭这样子的照顾你，不枉费我在成功岭这么的疼你，谢班长。不像某两个人，我人都已经到这里，还装作不认识我。啊，还不是在说士官长跟王班长？哦，换了单位，就像换了脑袋一样，六亲不认。你说，我以前对王班长怎样？班长，你跟王班长之间有什么恩怨？我不是很清楚。你说。我只知道，以前他在安州湾的时候，都是我班长陪他的。以前他要考大学，我帮他站安关，背执行。现在我来到这里，他把我当成空气，装作不认识我。没关系，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我跟他桥归桥，路归路，缠未牢，水无搞。班长，是缠无搞，水无牢呢。弄赶快。好一个缠无搞，水无牢啊！我叫各位去出公差，结果呢，你们全部在这边给我打混摸鱼嘛！班长，不然请坐。好啦，
这边就我们几个自己人，我来坐下绿豆汤喝一喝。班长，李班长，这几天操这么凶，喝个绿豆汤，降降火。喂，不要这样啊！这绿豆汤啊，是王班长出钱叫准备给大家喝的。哎，你们几个不要这样嘛！站在我的立场想一想 ，OK？ 我身为这个单位的助教，我必须是要不苟言笑的。何况这个单位的每一项训练啊，都攸关到你们的个人安危，你要我怎么办？叫这个吊架训练场写的有没有？棒棒棒棒棒，严格及安全。我跟你在一个单位待了那么久，你总该相信我吧？我就知道王班长不是这种人啊，哪像是余班长说的那种无情的人。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的以为？好了，不管有情无情啊，反正我跟你们几位说，石班长非常的关心，他害怕你们没有办法顺利解决。麻烦你去告诉石班长，请他不用担心我，要担心就担心他们。是他是他，丢脸！王威，这锅绿豆汤我还能喝吗？生津止渴，不喝可惜。